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姚，我们是要来打全新的讨伐战被诅咒的捕猎者哈。那这张卡的话，如果可以，建议大家去刷一张啦，因为它是目前全神魔唯二可以冻结敌方的魔族卡。上一张是合作卡的蓝魔神哈，那个是轩辕系列的，我相信那时候很多人没有跟到啦。对，然后尤其现在冻结盾、燃烧盾什么有的没的盾那么多，建议大家都去打一张冻结卡来，这样比较好。啊，那我们现在就是一样要来试试看庸子能不能直接一到二十全通关哈。那我打的是二战零的啊，我知道有人会说二战零有什么好拍的，可是其实说真的啦，还是会有人需要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是帮助有需要的人这样子。好，那这边配置就全部都是大红连团的，有一张是那个尼亚那一张也算是半送的吧？哎，我觉得他算是送的啦，对。啊，我们配置就这样子，让他有那个大红连团的最大加成。庸子的队伍技是队长技啊，队长技是你队伍中有大红连团越多吼，倍率就越大这样子。好，选这队就是因为他那个可以一康一康这样慢慢消吼，一康一康快快消啦，所以就是每一关不用花太多时间去攻击这样子，或者是不用花太多时间去转租。我怎么一直遇到七 combo 啊？这也太讨厌了吧！好，等一下哦，七康，好，这样子叠一下。好，你看，像遇到这种七康，可能就会花我很多很多时间了，这就比较吃亏哈。好，第五关，来，我们要加速了，看能不能直通二十关这样子。然后二十关有一个那个木鼠外伤害只剩下10%，是不是？啊，那时候我们就要靠追打来那个了，就是机械的追打木鼠来通关这样。好，来这边第七关，我们先把合体摧毁好了。好啊，这个拼图我们就把它转进去。OK。啊，不要添加！哇，你要刷100%的时候就很怕遇到这种天降超级多的。好，来接着第八关 ，OK， 就这样一扛一扛，最好接下来遇到都很顺利这样子啊。其实我觉得庸子应该还可以速刷好一个世代吧，应该还可以刷很久。而且现在其实多一个选择就是艾斯卡诺七大罪的傲慢哦，应该也可以速刷才对。一样是带上尼亚啊，遇到消星扣血，尼亚开下去就对了啊。我说的尼亚就是我队伍中这个尼亚哦，不是十抽卡的尼亚。好了，过半了，时间也同时大概来到一半左右。哎呦，这边有那个三鼠盾哦，它是强化的，是不是？来，我们先开关庸子一次哈，这样就有三鼠强化出来了。好，这样子 ，OK。这边又耗了一点点时间啦，十一关过。好，这边要加速了，来十二关。时间还有大概2分3秒左右，哎，又来，好，来再一次，好，水珠 ，OK， 好，来14，我觉得今天都还没遇到消星扣血，算运气蛮好的，另类来说运气蛮好的，可是我不想要立奇，好不好？我怕讲一讲，然后等一下马上就。哎，消星哦，八康 ，shit！ 哎，没有八，好吧，等一下哦，八康我知道要开这个，可是这个好耗时间哦，这样子，哎呀，好了，这样就好，不要让它太多时间天降。哦，真的好久，可不可以快一点？只剩下1分钟了，哎，我还要等它数完。哎，其实这边应该不要开招，这边开招真的太。失算，我应该有更好的方法才对。好，剩下大概1分钟，1分钟要碾掉5关哦，16到20关，看能不能。刚真的失算啦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哈。来17了，来。快要咯，来18，哎，我觉得有一点点机会在哦，来19关，固定6康，哇，
还有机会吗？还有机会吗？应该有，应该有，应该有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好，来，最后了，最后了，我们就把它给完成吧。来，然后开上去 ，OK 啦。有有有有，我没有转珠，我没有转到，我没有转到。哎，这算是很惊险呢，吼。哎，这个有三鼠盾线哦，所以不要转到别鼠哦。追打木 ，OK 啦，好，庸子一到二十通关哈，给大家做参考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哦，刚刚遇到那个真的不应该开牌珠的，牌珠真的浪费太久时间了。好啦，结尾的时候来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这张卡必须刷好了哈，因为这张卡就是我刚说的全神魔为二的魔族冻结哈。魔族目前的冻结卡就是上一张轩辕的，如果不知道，我现在带你看一下，它是一张水魔族。欸，然后是他名字叫蓝魔神。好，这边有通知齁，先把它弄掉，不好意思。啊，我刚不是签到过了，快点。好啦，来，这个水魔族这一只，欸，就是他，他是在这一张卡之前唯一的魔族冻结齁，所以这一张卡必刷好不好，这张讨伐战就刷一张那个冻结的魔族来。欸，尤其是放在梅里奥达斯里面齁，好用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